家拜年，祝大家虎年吉祥，虎虎生威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咱们体操队可是一个群英荟萃、卧虎藏龙的宝地，今晚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作品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女队队员为我们献上一首《樱花草》，有请。非常可爱的女孩子，她跳得非常不错，非常有虎年的味道，你说呢？那是，那是我们女孩跳的舞，那是必须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最精彩的环节了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当然那个是抽奖了。下面我们将进行晚会的第一次抽奖，获奖人数52人，奖品是200元新世界的购物券，没有抽奖的就真的中奖了。嘉宾抽取。